另外来看到，宜兰罗东镇市场最近是举办了年货市集活动，现场拍卖价值至少1600块的年菜大礼，像是有整只的鸡、鲍鱼、龙虾跟鲈鱼等等，统统1块钱起标，民众超踊跃的喊价，气氛也超级嗨。好啦，这只鸡好起价。拍卖会拿出一整盘豪华好料，除了整只鸡，还有鲍鱼、一整只新鲜龙虾、鲈鱼、蔬菜，价值至少1600元，1元起标，让台下民众各个摩拳擦掌。这边，1300，1300。现场气氛热烈，民众踊跃喊价，整盘海陆大餐最后由现场来宾开出好彩头，得标入手。1700块冷虾，要够了不？过年就要到了，不少婆婆妈妈会到传统市场办年货。宜兰罗东第三公有市场近日举办年货市集活动，以豪华年菜大礼拍卖做开场，增添过年喜气。人潮满满，店家开心，民众也乐得每摊试吃。市场也卖起超值福袋，12号当天前22位到场民众可用200元买到市场超值福袋。除了有价值600元的海鲜、蔬菜、肉品组合，还有店家折价券，更准备200个环保购物袋免费送。开启牛欢迎会，迎新春，让大家采买年货之余兼顾环保，带回好康，收获满满。记者李科燕宜兰报道。